什么？白海狮。大的吗？对。真的假的啦？进化型啊，不用动。不用动吗？对。他们说这里有大只的海狮。多少价哎？那个，但是、哦好長哦，但是我没看到啊。小许加油、啊！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840。我看到了，大只的，大只的。哎、欸，1400哎、欸。怎么可以这么夸张啊？洪凯，帮我抓一下洪凯。七倍。还要，啊投个高级吧。乖乖啊。大只海狮，哇，它好凶啊！觉得有点远啊。洪凯那差啦，洪凯投不出去啊！啊，有啦。白海狮，不是啊，不是啊。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但是不知道他技能好不好？不是不是，这个。我看一下。不是这个，是这个大只的海狮。哦。哎、欸，不是这只啊。这只啦，这只白色的啦，嘿，那一只比较稀有，嘿。哦，好大只哦！这个技能不知道好不好哎。这个技能好像不是很好的。啊，拍一下四周就好了。啊，好。你看蓝鸟的点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很多樱花。难道？你看，一只白海狮就造成了这样子。干，谁在这边说我知道吗？进化没有必须要。现在有人说我知道吗？暴风雪，极动光线，哦，没关系啊。干嘛？他不见了。他跑掉了。你没有抓到白海狮哦？对。哇。GG， 让我们为阿雄默哀一秒钟。为他 QQ 一下。帮 QQ 啦，帮他 QQ 哈。我希望快点出成龙。大只的吗？我来这边两次都抓到哎、欸。上一次还没有抓到啊。抓不到白海狮，只好来抓这个小奇怪。看一下雷达。哇，抓到了啊！就是这一只啊，我看你啊。可是你的 CP 有点低啊！哎呀，对啊，我才刚刚开始学。哦，没关系啊。嗯。当运动，运动啦。对啊。嗯。现在风平浪静，雷达风平浪静。哎，有很多人帮你 QQ 啊。QQ 啊？白海狮啊，白海狮。哎。有吗？有看到吗？没有。缩小一点。屏幕缩小一点。剩下9%了，怎么办？有看到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我有，但是没有电的。帮我拍一下。哎、欸，你的怎么没有？他走了。还是已经走了？我走了。时间到了。时间到了，他就走了。他是 BIG。啊，你可以抓那个啦，大只的。BIG 有国际啊 ，Big 啊，国际国际啊。有，那是有的。有了、喔，我懂。哇，晚了一步。46分46秒就没了。没关系，我也没抓到。好，看一下，多来几次抓到。哇，对啊，真的超多人的哎、欸。他是海狮，他是海狮。是这只吗？哎、欸，他是刚刚是这只的进化。啊，对，刚刚是出那只的进化。没看到。没关系啊，有缘会再见面的。哈这一点好多啊。这里是很多啊。哇，又多人了。操吗？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跟着跑就对了。跟着跑，哎、欸，沙瓦狼，沙瓦狼。沙瓦狼，沙瓦狼。哎、欸，太扯了！我今天来这边已经出了那个什么，那另外一只叫什么艾比狼哦。哎、欸，这只是艾比狼吧？这不是沙瓦狼啊？这只是艾比狼吧？看起来不是沙瓦狼啊，是艾比狼哎、欸，跟着跑就对了。
这一只是我看一下，哎，各位出来了，有看到吗？780。你看，出这个哎，1193哎，超高的哎。这只是艾比狼啊，是艾比狼啊。你帮我拿一下。他那是看角色等级。对对对，看角色等级的，角色等级越高抓到越高。Great。哎，抓不到。给他吃个莓果好了。手机有点那个。没关系。对了，你看，超那个。对，好那个。这是我目前最高 CP 的艾比狼了，干抓不到哎、欸。哎，它太远了啊。哎、欸、没，哇、欸哦，搞什么、啊？这么难抓、啊？不过一只哎、欸，大家都已经那个哎、欸，已经抓完离开了哎、欸。对啊。大家都抓完了。抓完离开了。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哎、啊，有了啦，抓到了啦。哪一只？抓到了艾比狼啊。哦，艾比狼是哪一只？艾比狼就是这家啦。哦。这家。那个孵蛋孵出来了。啊、哎呦。阿、欸、董。哇、欸、被瞧不起了，这只 CP 很高、欸、他跟我说他孵蛋孵出来的、欸、好扯、哦、他在刺激我吗？但是这技能不知道好不好，对啊，这技能不知道好不好，30而已耶，看一下技能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啊，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就是还不错啊，好了，抓的要死要活的啊，然后那个阿嬷跟我，不是阿嬷啦，那个阿姨跟我说他孵出来的，好扯啊、哦，有动静，有动静！哎、欸，他们在跑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出什么？出什么？出什么？猫老大。猫老大、哦，猫老大还好吧？你们要吗？要啊，走啊！要啊，你不是要拍？你们去啊！我有了，我拍你们啊！我拍你们，我慢慢走就好了。这个一群疯子。找一下红凯，哎、欸，出现了，到底抓不抓得到呢？才550，不要出来，干。警察？哎，你看，一只猫老大就这样子，是怎样？只是一只猫老大。啊，红凯嘞？说不定会不会也在这看？哎、欸，他好好难抓哦！哎、欸，我单手真的很难抓，单手真的很难抓。好，你帮我抓，你帮我拍一下。你们都抓到了？抓到了，他都跑掉了。啊，江浩伟不带行动电源，你看。哈哈哈！大岩蛇，哎、欸，都不，为什么那么难抓啊？它是怎样？大岩蛇，
大岩神啊？不知道。大岩神在第二世代就可以进化成大岩神。终于抓到了，就变很强。看一下，第二世代进化很强，是不是？对，就变成大钢蛇。哦，就有两种属性。还好啊。这里有吉利蛋是吗？哦，真的哎，有吉利蛋。吉利蛋，等一下，帮我拿一下。我们是不是？我拿下充电器。暴动了。吉利蛋，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就是了。洪凯，你们有吗？我们要走一起吗？你的电 OK 了吗？可以，20%了。20%哦。对，我觉得 OK。我先给你充好了，然后我这先拔起来。因为这有线的关系。好，对我先拔起来。好，谢谢。你没有吉利蛋是吗？帮我收一下吗？等一下啊，各位等一下，我需要找一下吉利蛋在哪边。吉利蛋，吉利蛋在哪？有人在冲了。有人在冲了，快点跟着走，跟着走就对了。我的手机。你自己直接丢下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帮我拿。400公尺。你帮我拿一下。400公尺。帮我拿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扣跟好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还有13分钟啊。好，走。慢慢，还有13分钟。慢慢走，还有10几分钟。吉利蛋是吧？今天有抓到什么稀有的吗？可以看我粉丝团哦，超多。吉利蛋，你看暴走了啊！暴走了，这是怎样？大家都在跑哇！阿姨跑得特别快，冲哦，冲哦！出现了！我也出现了！出现了！出现了！那一颗蛋超八七的，你多少？24哦。我看一下我这只多少？一定比我高。靠，北号电够多。哇！没电。我看一下它 CP 多少？100。418。CP 只有100。阿红的 CP 只有100，好悲剧哦。不过可以看一下图鉴。你今天开蛮多图鉴的齁？没有，有两个没抓到啊。吉利蛋也太好抓了吧，一次就中了。我丢高级球一次。抓这一只哦。抓这个啦。哪一个？吉利蛋啊。哦，吉利哦。对啦。抓到了。这个也蛮稀有的，这个。对。抓到了。我抓到了。对啊。你看它的都已经是蓝色的球了嘞。真的啊，加油。技术那么高了。30。30啦，我们才90。我们没球，90。90，他有没有讲错？他抓90等，你90等哦。没有9而已啦。哦，九啊九啊。快落班，我。哈哈哈哈哈！跟你们战。毒人哦。哦，真的很夸张哎。这是怎样？那个妈妈很狂。这边我跟你讲，抓宝可梦的那个妈妈、叔叔都超猛。就一只迷你龙在地图上，烈焰马，要吗？14分钟，在哪里？停车场那边。好。烈焰马，高空了。冲了吗？冲了。好吧。这是这边吗？这边吗？还没到。妙蛙花在附近，所以是没有。妙蛙花在后面。对，追着我们跑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好恐怖啊！靠北，这个时间我的蛋居然孵出来了。妙蛙花。我的蛋居然孵出来了。妙蛙花。别闹了。1200 CP。干我的妙蛙花，它一直给我孵蛋。我要抓妙蛙花。哇。靠！我不要这个，快点给我抓！ Nice. 快点给我抓！有办法抓到吗？33，干你老师！
哇、哦！大家有没有看到33？1200多的，好难抓哦，太远了，单手很难拉。Great，这边好多人哦。我单手很难拉，你帮，你可以帮我拉。好，我单手。关个，开个 AR， 那个 AR， 他就靠近。有，哇，他超难抓的耶！我这才33呢。我用高级球。好了，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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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把球吃掉了。哈，他铲除吗？那个烈马嘞，烈马嘞，再往前吗？对。再往前。怎么又浮出来了、啊？先抓，然后接着找烈焰嘛。干，我10公里的孵出大甲，哇，我要疯了我。怎么一直孵啊？为什么我这抓到不到？你要去吗？哦，抓。不要大喊。我抓到了啦。啊，我抓到了。你抓到了。去前面那里。我怕了，烈焰马在哪？烈焰马，阿勇。对啊，你有吗？我没看到啊。那就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听说要走一段，往哪走啊？我现在还没抓到妙蛙花，超难抓哎。烈焰马在哪？前面。好多人停下来抓哦。是停下来抓。这里让我抓到妙蛙花，有吗？哇，出来了。灯啊！咖啡店那边啊，道馆那边，道馆，道馆那边右上角那道馆，快点，快点，超远！这里吗？哦呦，有了！出现了，哇，出现了，剩下最后，快点进去，最后一点时间，我们遇到了。哦，它超级远哎，269而已，干，才269，好远哦，那个谁，我这样没办法拉了，太，我这样单手没办法抓，我好像也丢不到哎，单手没办法抓，我追到了，好了，我单手没办法抓，我还要跳出来，你帮我拍好不好？因为我单手没办法，算一下，因为它有点远。这么远是怎样啊？有了，超级远，烈焰马超级远。走。哦，它要出来。它为什么这么难抓啊？啊，中了！哦，你的多少？阿红，我的才269哎，而且我技能是最好的，居然才269，太烂了吧？88。哇，天哪！我技能是最，这技能是最好的。有吗？跳空九洞，最好的。有货车了，抓到了！过了！我们离开这里。这是什么山头地鼠你要吗？我要。你要走。干又要跑了，哇！是几分钟？2分钟来得及吗？但在哪里？是的，等一下。走。我在找。啊！干，居然出来了！出来了吗？出来了，地鼠山头。干，居然有一个那个阿嬷跟我说不要挡路这样对吗？他居然叫我不要挡路。最好的球都尊重、包容、友善，好不好啊？有太远了。
中了吧？七五五，三中了，得到了。看一下阿红了，哦，他用超级球哎，有抓到地鼠了，是新的哦，不错不错，哇，开土箭啦，开土箭了，太好了，哇，我们。哎，我的蛋又孵出来了，十公里的吧，应该这颗十公里的。化石翼龙，哦天哪，孵出化石翼龙，十公里的1194，哎，最好的 Hyper Beam 破坏时光，嗯，最好的技能，这是最好的，太棒了。还有一个，那我怎么走的？成龙，成龙，成龙，真的假的？成龙，成龙。成龙，快点！我慢一点，我慢一点。快点！成龙在哪？哪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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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干！太扯了！成龙，成龙！成龙！成龙，成龙！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有人摔倒了、啊。洪凯，我们不能分开，洪凯。OK。哎，接过，接过。哎，接过，接过。哎，暴动了。红凯过来，红凯过来，哎，好，成龙，成龙，你在哪？红凯，红凯你在哪？晚上人太多了，哎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这个就不得了了，哎，这个是车子在开的，哎，怎么大家都这样子跑啊？太夸张了吧？太夸张了，成龙在哪？快点，快点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一分钟，快点。快点！没有多久啊！快点！超级多了！洪凯，快点！我真的快了！洪凯，快点，快点！洪凯，我超级暴动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觉得，洪凯，你要不要先拉掉那个充电的？没关系，我们很近，现在进不去。很近吗？哎。我们现在很近啊，哪里？往前一点哦。哎，哪里？往前一点。往前。往前走。快点到了，快点到了，往回走，往回走。还有，你好，你快往前。快点，快点。哪里？剩下一分。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出来了。出来了，先点再说。哎，我们可以出去了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们先出去。出不去啊。出不去，出不去。就照着走。1890哎。1890。红凯，你要先拔。超多的那种境界。真的很夸张，你们没看到我抓到干，没办法，我刚刚进去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恐怖了，没办法。看我的成龙啊，我给你们看，技能超好，技能是好的，然后1890 CP， 哇，听到人人先到了，我们刚刚喝饮，我们饮料放在那里，要不要？我给你们，我先给他们看一下我的成龙，我刚刚抓到的，你把点这是刚刚抓到的哦。这刚抓到的啊，1890这只，超技能是极动光线，然后小招也是最好的，只是不知道是 IV 多少啊，回去再看。走，干，我刚刚没有抓到的瞬间，然后就断线了，啊，快疯了啦！我的饮料还在吗？我的可乐还在，可乐还在，不幸中的大可乐还在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今天出第二只了，哎，我来已经抓第二只成龙了，哎。夸张哎！第二次真的是超级夸张，第一次就在我对第一次还好，第二次第一次很和平，第二次真的太夸张了。因为第一次的 CP 超低，然后技能没有很好。好啊，要再看，我刚刚不是开给你们看过了？我刚刚进去那边真的是太夸张了，人真的是挤到我完全没有办法。完全没有办法走路，就是被挤在中间，完全不能动。然后车子也被卡在中间，都不能动。
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人太多，网路就不稳了，所以就断掉了。这个我也没办法，哎，这刚抓到的技能，极动光线，刚抓到的，9月1号，刚抓到，1890，哦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，哦。没有了，你自己都看不到的话，那应该是。好像听阿红说出电极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要进去了。我觉得我的手机要爆炸啦！电击兽出来吧！出来了，出来了！电击兽，电击兽，电击兽，有了，有了，电击兽！噔噔，看一下 CP， 1669，哇，你的怎么那么夸张啊？好高哦！把 AR 关掉好了，两只手实在太困难了。对，真的单手真的很难。先来吃一个莓果啊！等下这边该不会又要二？三中了，我觉得啊，1666的往前走了呀，有吗？